九三优秀的舞蹈主播，欢迎比心，对，为大家带来接下来舞蹈表演，可以开启你的音乐，可以开始你的表演 ，OK。雪莲苍穹，一起怒发天宫，长饮后西风，仍旧一身真容，碧血莫问不出是贵重，却无尽是狂野如四方，不盼独一相思让脸红肿，为谁捉云上浮酒的样，以为别人情字难忘，青春如泪难藏，藏烟凝孤茶百丈，成千年辉煌，而今皆未残阳，覆没袈裟当，未改几世明光，无量孤独八荒，佛像可见云涌，仗剑凭虚风，顶替云一纵，天之九天雷动，长条若惊松，红尘作望如梦，千亿成功，须与天地同，一教两门三魔，四教见六派，七星斩十恶，一醉江湖三十春，烟阁书剑解红尘，何谓江湖？有人说过，人就是江湖，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。重路总有千丝百足，何其人心的可怖，险阻便是江湖，寸寸皆来不迟。青剑惊鸿苍风，中间大桥不共，寒梦破长空，再瞬息千丛，俯首心从容，见见四方豪雄，死生与共，赢得千金中，孤勇匆匆，一场轰然风。感谢感谢感谢啊，兄弟们哥哥们的礼物支持，我是比心，然后咱们麦序上今年参加歌舞代言人活动的主播们，咱们兄弟们喜欢的别忘了点一点关注，支持他们的记得帮他们投上一票，然后在咱们有那个专业链接，就是点击链接的投票的时候，兄弟们都可以投一下，电脑端和手机端都可以。咱们呢，田轩、喵喵、瑞宝、王田、维安、鱼宝，兄弟们喜欢的记得都多多支持一下。最后也希望可以支持一下比心，点一点比心的关注。喘口气，喘口气。那啥，有主持人的关注也点一点。啊，对对对，也挺累的呗。对，主持人也挺不容易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这个状况频出的，我都不敢走，我搁这撅半天了呗，二麦呢？对对对，对对对，然后给咱们二麦的，对不起对不起，给咱们二麦的主持人六道哥哥也点一点关注，然后那个虽然是一个专业跳那个古典舞民族舞的，然后我就不多做我自我介绍了，喜欢的可以点点关注。今天主要还是咱们的那个参赛的这个主播们，然后哥们一定记得记得，喜欢的话一定要点关注，一定要投票，一定要多多。